散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第二节嘅啤李漫步。嗱，郑嘉瑜啊，即系记协嘅主席，俾呢一个《华尔街日报》咧，即系炒鱿。咁啊，包括 FCC 啦，即係香港外國記者會啦，同埋香港勞權監察咧，都係譴責呢個《華爾街日報》。咁點解譴責佢哋咧？咁啊，因為點解？好簡單啫，因為你作為一個國際知名嘅傳媒機構咧，咁啊理應咧，其實喺呢個所謂嘅保護新聞自由嘅時候，你個責任係更加大嘅。啊，點知你喺香港即係而家咁嘅環境底下咧，竟然係阻礙僱員去參加呢一啲咁樣嘅工會，仲要係作為幫兇啊！係啊，咁啊助紂為虐咯嚇。咁啊，勞權監察咧就話咧對《華爾街日報》喺保護人權上面嘅承擔產生極大質疑，擔心立下極壞先例。嗱，我覺得咧佢就睬你四婆噶啦，《華爾街日報》睬佢案啊！我唔知啊嚇咩勞權監察啊或者 FCC 啊，喂呢啲係咪要聯絡翻啊？西方的工會媒體去俾壓力呢個《華爾街日報》啦，定係佢哋惡撚到屌你老母採狼狗？人哋喂係啲美國大政客金主嚟嘅。哇！屌啦，咁佢亦都有金主嘅，我覺得。幾多生意啊？佢自己有金主去，其實佢啲媒體嘅大老細啊，佢生意啦。屌你老味！梅朵嗰啲，你老實講，真係唔睇得嘅，你咪可以睇到啲報格咯。屌你老味民主黨啊支持者啊 ，Amazon 個老細睇下。屌你老味，所以咧我真係唔明啊，因為咧可能佢真係睇得以前咧嗰套，好似之前嗰套咩啊，屌無論斯翠寶嗰套咩，我唔撚記得，再早三四年啦，係啦，幾好睇嘅。哇！佢哋咧就好撚感動啊，睇撚得嗰啲歌咧，以為嗰啲係一定啱嘅，一定掂嘅。屌你有冇個人獨立思考能力嘅咩？係嘛？呢幾年發生嘅事啊，好啦，另外喂呢、這個真係抵屌啦，真係抵屌啊！屌你！我都唔知搞乜撚嘢，我又睇完我先真係睇，真係今次唔係話人哋去找渣子喎，我播張相睇下先嗱。嗱呢一張相咧就黏咗喺平機會啦，又黏咗咧喺大專院校度啦。嗱，我哋試下可唔可以放大啲一張海報咩包剪揼 ？OK， 然後咧我哋放大，點解放大啲？我哋睇啲字啊。嗱，你唔講咧，我都唔知係咩事啊嚇。這遊戲可能是性騷擾。OK， 翻翻嚟先嗱。包剪揼呢個遊戲係性騷擾，如果唔係啲人拗兩曬頭，象白金剛唔係象白金剛摸不著頭腦，於是乎去問平機會，平機會就將佢哋嗰個設計嘅意思講出嚟。喂，我真係點樣去諗穿作附會，我都諗唔諗到。係啊，屌你老母包剪揼係性騷擾。嗱，老實講，佢咧我一陣先講佢個回應先。佢主要咧係點解喺大專院校度貼咧？嗱，佢自己寫字樓咁有產品咪貼咯。但係專校就想提醒人哋咧，咩迎新會啊，或者平時嗰啲咧就要小心啲。我成日覺得呢啲咁嘅案就係多，呢啲係多鳩魚嘅事。乜撚嘢性騷擾啫？屌你老母！你喐手喐腳嘅就非禮，告鳩佢，啱唔啱啊？喂，性騷擾有陣時咧，點解令到其實搞即係咁嘅啲，即係呢啲咁嘅嘢咧，搞到啲人咧，真係好撚 confused， 唔知點算啊？因為點解咧？你將啲嘢無限擴大。就令到有啲女仔或者男仔都得㗎嚇，越主持將個動作懷疑究竟佢係咪性騷擾我咧，係咪咧？係咪食我豆腐？嚇！嗱，老實講，食豆腐咧就梗㗎啦。啊，我認為咧食豆腐，被食豆腐，佢從來都有啊嘛。被食豆腐嘅女仔，無論有冇法例去保護你。你都要義正言辭咁樣去表現你唔中意咁樣，你要同佢講喎，食豆腐條友，佢再係咁嘅咧，你甚至乎兜巴打佢都冇所謂。哎呀，佢我老細啊，哦，喂，佢係老細點啫？法例幫唔到你幾多嘢嘅啫，因為你真係要舉證到去告到佢咧，亦都唔係容易嘅事。但係就真正因為唔容易，但係就咁樣就好容易俾人哋咧攞住呢樣嘢去誣衊啊！屌你老母！喂，叫我你去下問下你食下，甚至乎溝你啊，溝女喎講，正有啲人可能冇咁口舌辯級，表達能力冇咁好，都分鐘俾人搞到變咗性騷擾喎。我溝女嘅喎，咩事啊？我想約你去街啊，
上次隻眼咧，譬如對面好撚大隻，屌你老母喺大隻個戒波袋，忍唔忍住望一望，做乜撚嘢？你又性騷擾我？喂，你諗下喺地鐵站踎，屌你咪點啊？個膠個袋撞到嗰條女，你踎低啊？屌你望下佢啊！嗰條女踎低。啊！唔係嗰條女踎低啊！嗰條仔跟住佢條女摸到望去，你就話都可以話性騷擾。係啊！我真係屌你老母閪！乜撚叫性騷擾咧？揸住個波，呼呼呼呼，屌你咁樣，屌你咪擘撚大個音，擘撚大個音符，屌你咁樣張，屌你咩咁撚樣嗰叫性騷擾？屌你老母！好啦，喐下又話性騷擾啊！咁當然啦，其實咧有陣時點解呢啲嘢係難在咩咧？有啲嘢佢唔使好大動作，講一句説話，我哋喺側邊嘅人都知道，屌你咁條撚樣真係好撚閪。其實你有陣時真的要睇埋，要夾曬所有嘢，而一上到法庭或者點樣係難嘅，嚇、屌你尾！但係我覺得對付啲咁嘅鹹濕佬咧，真係咧或者鹹濕婆啦，我用道德審判或者用一啲壓力咧，即係可以搞得到嘅。我真心覺得咁，當然啦，老實講，有啲人係弱勢嘅，係要俾人恰嘅生出嚟，咁你冇撚辦法㗎，嚇、好啦，好似你話呢個玩遊戲，佢最主要咧。是針對那些即是入學即是那些什麼 OCAM 那些其實呢我沒有讀大學我到現在呢我都很不明白為什麼 OCAM 要這樣玩我真的不明白喂屌你作為大學生正常來說十八九歲你們屌你老母都今時今日是吧屌你未即就算你說不一定是那個屌樣是濫交友那我真的不覺得有什麼好玩的、你問我我一次都沒玩過是不是有什麼好玩的那而屌你老尾又會實好像好話不好聽實會有一堆同學裡面實會有一兩個覺得不舒服的、他可能甚至乎只不過覺得、我覺得你玩得過分一點他都沒什麼特別的東西就會有人在旁邊又社交媒體嘛哇這樣就不行屌你老母要咩喎？揭發出嚟喎！點點點點點，借住呢啲成機入，係啦，唔敢溝女又抽下水，係啦，又潑啊又剩，咁當然啦，你唔敢溝女又抽下水嗰啲梗有啦，但係唔敢溝女嗰啲人，我話俾你聽啊，多數連抽水都唔夠膽嘅，真係噶，屌你有乜好玩啫？正正經經溝女，仲係咪？老實講啊，屌你有冇我收到個網友，我叫佢嗱嗱聲整理我，好撚中意聽呢個故事啊！佢咧就話咧，佢發覺啊，佢公司啊，佢好想溝條女好撚耐啦。即係其實做一年啫，條女去個公司，但係咧，佢懷疑佢啊做part time girlfriend 啊，懷疑喎、哦，咁你永遠冇證據㗎、啊。於是乎咧，佢咧就屌你老尾閪，係咁上嗰啲唔同嘅好多 forum 㗎嘛。咁去睇下撞啊！有冇睇佢啲相？冇，梗要你冇會唔擺真相㗎嘛？但係要擺假相㗎嘛？會擺真相㗎嘛？佢話咧，即係睇下啲跟住傾偈咧，睇下會唔會？找到那個女仔，然後約她出嚟，咁就唔使溝啦。佢鬧針啊！屌你老母！我話你搞幾耐？佢搞成年啦！我而家有冇機會啊？揾到未啊？未咯！我但係話係，但係因此而佢約咗十幾條女出嚟啊！係係啊！有幫襯先？咁當然有啦！佢話，但係咁講，佢話初頭個個都話淨係打車輪攬唔做，有啲就話淨係睇戲食飯，佢咁樣啊嘛。你俾唔俾錢都係啦。但係出到嚟，屌你第一個，屌第一日出嚟就同佢含撚啊！屌你老，係啦，屌你老，喂 ，Bunny， 唔係我叫佢快啲整理啊！我好撚中意聽啊！我話你快啲整理啊！佢話我好慢啊，好慢啊咁樣。我話你快啲，快啲，快啲 ，OK。再唔係咧，你用錄音帶，你講個故事俾我聽，我去休息下嚇嚇。咁啊佢話呢一單嘢，佢點解咧？嗱，憑機會去回覆佢。佢自從呢張海報出咗咧，首先啲網民啊，咦，屌你老母！包剪揼呢個遊戲可能係性騷擾，下面係平機會及反性騷擾資源平台，網民就話：我真係唔明白、有冇人可以解讀俾我聽啊？我嘅理解能力係咪有問題？我完全無法理解兩者有咩關係、我係咪唔夠女權啊？我真心唔明白、連啲女都咁講，好啦，好啦，咁於是乎咧，有網民就話：喂，唔係啊，可能我估係啲海報貼喺學校校務處嘅。同人講迎新迎晚包剪揼都有機會被人告騷擾啊！去到淨係讀書好啦，我諗係咪因為古野求權遊戲要齋書要除衫啊？嗱，呢一個係好撚野求權好正咯，好撚好玩嘅呢、這個，中意喎。係啊，喂，齋書要除衫好撚 free 㗎。野求權我覺得嗰時嗰隻遊戲食有部機㗎，係啊，塞青瓜啊嘛。係啊，喂嗱，你唔好話咩啦，
如果你譬如你話三男三女四男四女咁樣啦，唔好諗大姑老住先啦。如果大家玩得嘅，租間三房一廳，跟住前面啊咁啊，一定我唔知點解你一定唔可以喺餐台度咁乾，一定要茶几矮啲嘅。喂，屌玩下坐大啲又好，前烏龜又好，屌你諗乜輸緊咗？屌你除一件，慢慢除，好撚過癮啊！屌你，我睇戲都睇撚到好撚開心啊！呢啲梗係冇啦，我哋屌咁正經嘅人，好啦。咁啊，另外有人對海報信息話：，咦，屌你平機會將包剪及都擺埋落性騷擾聯上關係，哇！屌你真係點啊？喂，有就有，冇就唔好講咁多嘢啦。似下可能講句唔該都係性騷擾，越嚟越久唔搭八係啊！屌你真係，喂佢唔講唔呢啲左膠都係性騷擾啊！佢話好煩啊，乜嘢都係性騷擾，翻去放生，屌你老母！即係啲朋友少講啦，有啲女即係佢唔知係咪漏屌啦，出街話個俾班地盤佬望住又話性騷擾，仲要講翻地盤佬啫喎，搭地鐵又話咩咧？屌你老母閪啊！真係冚家鏟你個閪樣啊！屌你老母！即係老老實實啦，我而家真係覺得香港有幾撚多靚女嘅，真係唔多噶嘛。不過話説今日我咧十二點零鐘，咁因為我咧嗰啲面賣曬啊，咁我打俾阿 Lawrence， 我話喂屌你咁樣嚟，其實冇所謂，我做幾多錢生意都賣撚曬，咪幾百蚊。但我係唔得個發架空啊嘛。於是乎我驅車去長沙灣十二點零鐘啦，咁啊去攞上幾張面翻嚟啦。啊你又咪話喎，即係始終嗰啲寫字樓區咧，一放 lunch 咧。都真係煙手還肥嘅喎，又冇乜靚女又話，但係你話真係係咪好撚靚？我真係唔覺咯。有咁多個個佢李嘉欣咩？係咪先？李嘉欣我同佢好靚。唔係，但係我覺得香港近呢嘥氧氣，佢普遍係唔差嘅。普遍係 OK 嘅，唔係啊！咁你屌你真係有識打扮就成，啲種又唔同啊！做運動啲腳又長啲，屌你矮腳苦龜你斯咩？仲係喂，但係屌你老母閪，望下你話性騷擾冚家鏟啦！屌你老母閪，啲麻甩仔係個個問，屌你老母都河馬咯。使乜咁麻煩啊？係咪先？屌你老母！你輸緊曬，輸緊乜嘢咧？嗱，可能唔關你事，係啲男仔自卑揾錢唔夠，真係唔關你事。但係冇辦法，屌你老母！喂，呢個冚家鏟去撚到咧，翻大陸固然係啦，去澳門都係啊，澳門啲服務員其實都係大陸嚟嘅，去到馬拉、日本啊，屌你老母，甚至乎歐美各地，去任何見到啲人都開龍雀咁撚樣嘅，先生啊，你飲咩茶？阿普你啊！你香港啊，先生有咩茶普你啊？咁冇嘢噶咯喎，攞茶咯。屌你香，一去咯，唔知點解就話拋人同眼。唔係，佢唔係條女拋人同眼。咦？你鬧渣奶你奶啊？你啲國啊白話講得有啲口音嘅。哎呀，你又話啊？你啲白話賺得很不錯喎、啊。即係你又唔知講埋嗰啲咩？即係好講啊 ，flirt 下佢咯。你啫，係啊，屌都係咁。你上去睇啊，個個都係咁。屌你阿媽，香港鵪鶉嚟嘅喎。或者香港不是鵪鶉，你這樣一開口呢，人家給個萬能面孔你看的嘛、是吧，屌好像那裡大隻嘟同大隻嘟，屌你去到那間青山道的嘟嘟嘟冰室，屌你去連那個我想有沒有五十啊，屌你不叫阿珍啊，都聊啊，那個阿珍自己都開心啊，阿珍已經嫁了人，跟著呢還說到說不是啊，如果是三年前阿珍都不錯啊，我看屌你我看一看，我好難想像你講到二三年前，我冇得同你講啦，係咪先？喂，咁有陣時，但係咁樣嘅喎，但係唔係想溝，又唔係想乜嘢？有陣時就係男人，嗰啲男女就係咁樣嘅嘛。有陣時食下豆腐呢啲係嘛？屌你老味閪，唔使下話性騷擾嘅。好啦，定機會就去回覆，佢話冇嘢嘅。其實為咗預防呢個校園性騷擾，六月咧我哋係推出咗呢份海報，俾本港嘅大專院校使用，設計用遊戲為主題。主要考慮到咧好多學生啊，原來真係喎，喺特別係迎新型嘅活動啊，用遊玩遊戲為主軸嘅。嗱，根據平機會2019年嘅發布嘅打破沉默本港大學生性騷擾研究調查咧，遊戲係大學生較常遭遇遭屌你老老實講，我唔去 O K 得唔得㗎？讀大學得唔得先？得啦，屌咪唔好撚去咯，屌你老母，好啦，而家咁樣其實你平機會搞咧，佢唔得制止唔到。是越嚟多，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事，好是不是性騷擾呢，就去咯，投訴咯。平機會強調在海報入面加入字句，這個遊戲可能是性騷擾，不是說有關等同性，但我覺得都幾好，今次以後呢溝女又溝仔，喂，怎麼玩啊，玩什麼包剪揼咯，
咁大家明啦，衰鬼啊，咁樣咁今晚去包剪揼啊，啊我揼你，你剪我咯，又包我咯，我揼你，我揼你，你包住我咯，啊揾只腳剪住我啦，我又揼鳩你咯，咪講埋啲閪話咯，屌佢嘥諗氣，唉、哎、屌你戇撚鳩嘅，好啊喂，講埋呢單啊，呢啲冇咁嘅無聊新聞講咁撚長，喂呢單咧就真係大鑊鑊，我呢集呢單。所以話你咩訓練都冇用嘅。我長話短説，有個中港司機疫情期間因為肚痛入屯門醫院，喺隔離病房等等咗七個鐘，死撚咗。死因係咩呢？腸臟淋巴癌引致嘅急性腹膜炎。嗱，腸臟淋巴癌唔會係咁突然間急死嘅一癌症，但係佢係引致咗急性腹膜炎。死因言訊咧，前日咧開始 ，OK， 急症科嘅專家出庭作供。他說呢，雖然事主入院的時候情況尚算穩定，亦都沒有說有肚痛，但他認為呢當時心跳偏快，嚴重腹脹、啊、而且大陸的醫院醫生剛剛診斷是有癌症，他足以令到醫護呢判斷他應該是情況嚴重的、哦、專家認為屯門醫院的醫生呢在初次的醫學評估裡面呢低於標準，跟住幾個小時之後呢亦都沒有再進行過評估或者持續監禁，是有的的，而且確係因此有可能導致事主死亡嘅。誒，即係你諗下，係幾 stubborn。其實成個今次呢個專家證人咧，嗱、這、呢個叫阿 Timothy Winger， 係港大醫學院嘅教授嚟嘅，譚偉恩。咁啊誒，佢就認為咧，喂，即係 conclude 啦，我哋好快，你所有嘢，你真係唔能夠係淨係話為指引啊，讀書即係讀死個書啊。他咧就話咧，喂，你有陣時要跳出指引嘅思維喎，唔好淨係睇個指引喎、啊、嚇、啊、，think outside the protocols 啊，要喂屌你咩個 protocols 係咁樣，你就跟死跟啊，即係睇一本通書睇到老。嗱、啊，我哋睇張相先，我哋睇下呢個啊急症司機唔識轉播。嗱、啊，我哋唔識人啦，唔係好簡單啫嘛，就係唔識轉播，唔識嘅。嗱、啊，呢、這個係佢過身前，其實我唔係好想播。你一睇個肚咁樣漲法咧，嗱、啊、呢、這個唔係肚腩個腫脹啊嘛。屌你諗你要做要 do something 啦，係咪都係咪啊？真係呢個就係唔識轉博咯，因為佢亦都係有啊嗰、那個即係意識啊，嗯啊，佢又冇話痛，咁又跟佢擺幾個鐘，嗯啊，咁啊結果出咗事啦。嗱、啊，我哋翻返嚟先，好啦，嗱、啊，急症科嘅專科醫生，港大醫學院嘅教授啊譚偉恩 Timothy Winger， 佢話咧病人入院嘅時候清醒。急症室分流將佢界定為第三級的緊急病人咧，可以接受嘅，呢、這個冇問題。但係分流後36分鐘再見醫生，即係分流後都成7個字先見到醫生，都喺合理範圍。OK， 好啦，但係當其時嘅醫學評估咧就唔好啦，院方淨係俾咗最低限度嘅醫學評估，甚至低於標準。除咗血紅素同埋血糖之外咧，冇做任何其他嘅血液測試。嚇、啊，見到黃阿阿、病人。啊！黃用全個肚咁樣漲法咧，都唔去再作評估，呢啲係唔理想嘅。咁其實你見到，即係有陣時你唔係咁死咕咕噶嘛。阿、譚偉恩教授就話：當日下晝2點至8點之間，6個鐘頭之內，院方冇為阿、黃用全進行任何評估。啊！黃用全有幾個鐘頭咧，其實可以做好多嘢嘅喎，譬如電腦掃描啦、血液測試啦，啊！咁你冇做咧，醫護係判斷唔到佢會唔會有缺血性嘅腸道問題。佢就算阿黃用全冇啊肚痛都好，都應該安排基本檢查啊，咁啊持續去監測同埋覆查。咁啊基本上咧，佢咁講即係話咧，喺個幾鐘頭入邊咧，劈咗係喺度，連睇都冇睇佢啊，因為冇持續監測啊嘛啊。譚偉恩話 T 細胞淋巴淋巴癌的患者，如果能夠獲得及時治療咧，存活率咧係可以去到 25% 嘅。啊，急性腹膜炎咧就，但係急性腹膜炎咧就好似心臟病咁樣，隨時攞命嘅。佢話雖然黃用全入院嘅時候係健康，但係因為院方嘅檢查同埋評估唔夠咧，令到醫護未能作出明智嘅決定。啊，咁啊佢認為啊黃用全嘅嚴重程度咧介乎第二級危急。同埋第三級緊急之間嘅啊，佢話雖然入院情況相對穩定，冇痛到即係唔痛嘅，但係心跳加快、下壓高、反應血液循環唔順，
而且嚴重，最重要是嚴重腹脹，加上是有癌症的新病史呢，是足夠推斷他是情況嚴重的，所以應該不是放在這個緊急度，應該真的要放在危急度的。他說黃蓉泉有多重病史令到他不適合做手術的但是呢適不適合呢，這些都是要透過電腦掃描或者真的做手術才知道不需要一定要 X 光檢查先安排做電腦掃描的，因為只要見到你的肚子這樣的，其實即使即刻安排電腦掃描呢都是合理的他說如果病人一旦診斷出 小腸穿窿就要接受手術，但是黃蓉泉有心臟衰竭有中風等等未必適合做手術，但是你起碼要斷了症先嘛譚偉恩建議院方推廣個案評估給各科醫生跨部門討論個案呢，從而得出合適的診斷和治療方案。我們看，如果看韓劇就多了，有時候要拿一些案子拿出來，然後整班醫生就說，但在這個案子裡面呢，我們起碼要進行定時監測。他說如果隔離病房已經給了玻璃窗給你們監測，重點就是你們有沒有去監測，有沒有去走過去看嘛他說如果你不去看的，咁你有玻璃有 iPad 用乜嘢都冇分別㗎，好啦，譚偉恩話唔係所有緊急病人都必須要定時監測，一緊急其實就有好多種情況嘅，因為佢認為應該係危急嘅，但係緊急病人涵蓋嘅範圍好大，醫護作出判斷嘅時候咧，即係人嚟㗎嘛，應該跳出指引嘅思維，就唔好死跟住指引。嗱，如果咁樣睇落去咧。這些醫護呢我想未必需要 take my response 的，因為他跟足指引嘛，緊急病人嘛，因為剛才譚偉恩都說在那時候沒有肚痛沒有這樣沒有那樣的，即是判例緊急的都合理，但是你是跟足個指引咯，你又不去看，又或者本來要做手術或者照 X 光先發現他是不是需要再做一進一步的電腦掃描，但是譬如你我們剛才專門說復播屋上會比著我如果我是醫生見到這樣的呢，加上個病史咧，都唔使講啦。喂 ，CT scan 睇下先，咁就可能唔使咁樣咁急噶咯喎，走得啊！咁你有陣時咪死呢啲咪簡單咪死讀書咯，戇鳩鳩啊！休息一陣。